刀山下火海都行。你这个真的不行。不行也得行啊，派你来打扫琴舍，照顾这些随军补给，是咱们陛下的意思。觉得脑壳疼啊，冒冷汗，头晕气眩。就你这点小九九，我还不知道吗？你这次回来是为了勾引澹台烬的吧？这么明显吗？这有什么好害臊的？不过呢，陛下他最近快从前线回京了，你要是到时候不想一个人留在加官大营放鹅，现在呢，就好好干活吧。啊。我来和你通报一声，你老婆已经在乖乖放鹅了。最毒男人心啊。哦，白玉，过去看看。澹台烬，你不是人！小魔神的笑怎么不一样了？是我的错觉吗？叶希沃。发烧了，去叫军医。属下这就去开药。起来吧，别装了。要不要再找几只鹅来叫你起床啊？怎么了？你求渡而来，风邪入体，加上受了些惊吓。都怪你，那么多扁毛畜生，到处都是。起来吃些东西吧。是什么？水煮鹅蛋，鹅蛋羹。盐水鹅肉。嗯，好家伙，一言不合灭人满门，真可怕。吃吧。拿不起筷子，也拨不动蛋，要不你喂我吧。叶希沃，我看你不仅仅是染上了风寒，恐怕还有什么隐疾烧坏了脑子吧。军医，哎，别叫别叫，你这人怎么这么狠心啊？是不是我不晕倒，就永远见不到你？我数三下。啊，我这我这我这。我这